歌颂我吃甘甜的荣耀，感谢神。我要加油万有山，我加荣耀神。我一个孩子加了万有山，我家的孩子荣耀神。听听我的心，亲近耶稣，爱我的爱父，爱我的天父，我爱父心上的天大善鬼，完全得胜。帮助我教会，帮助我们教会，新出你荣耀。帮助我们牧师，帮助牧师师母，天天灵魂，天天灵魂，天天祷告，天天祷告。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向神祷告，都向神祷告。安慰我们，你怜悯我们，这个玩笑对这个教会来感谢赞美，教会感谢赞美，对每一个人的心上来，每一个人心上来亲近，依靠的，依靠，专心仰望神，专心仰望，专心依靠神，专心依靠，单单祷告，天天祷告，单单与神同在，天天与神同在，单单靠主大山，天天靠主，单单靠那个光来照亮那个教会，光照亮这个教会，人不难，人不难，凡事都难，凡事都难，我们安慰安慰，这个就只有靠神。我靠神，我现在活着不是靠自己，神的名帮助我，神的名帮助我，荣耀你，我活着来荣耀你，谢谢你，主啊，谢谢。我过去人对美来，我过去你都帮助我们，我们也爱靠主，坦坦一切都靠主，天天很善，都有天天自由，坦坦有喜乐，天天喜乐，天天善，天天祷告神，天天祷告神，有神应对非贵，向神认罪悔改，我关爱心。我活着是一个新造的人，靠主大山，靠你得胜的得胜，要把帮助我们，要把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我的荣耀，你是我的荣耀，我的光，耶稣是我的光，依靠，我每天依靠到底，而且又依靠，我活着在你身边，跟随你到底，在那个满天航站的路，我要感谢赞美的，感谢赞美，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我单单祷告，我天天祷告，天天向你呼求，我发挥大概都会靠你给满心的罪，我多会想想有喜乐，我常常喜乐，亲近耶和华，赞美我的神，为我的耶和华爱到底，为我的耶稣，爱耶稣，我想休息一生，是我的帮助我们，帮助我，帮助我教会，帮助我们教会，请出荣耀，教会大家为王，坐着为王，让你我相信，我相信你，我祷告，相信你，我祷告。每天我们祷告，帮助每天祷告，天天祷告，我感谢赞美，帮助每个人，帮助每个同胞，祷告，天天祷告，神主神的荣耀，感谢。耶稣你是基督，耶稣你是基督，我是神的子，我是神的儿女。他们来解决一切问题，结束。撒旦把给有退去，撒旦我给退去，被撒旦征败，我被圣灵征败，得救了，已经得救了，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教会已经得胜了，赞美神，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又把我们召集在你的圣山，让我们在这里向你倾心吐意。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真正的蒙你悦纳。主啊，我们的得活水得胜教会是蒙你祝福的教会，主啊，是传福音的教会。主啊，你说我们得不得是都传福音，牧师师母总在传福音做见证，为你做见证。主啊，你说得不得是都要传福音，你说不传福音有祸了，你让我们传福音为你做见证，荣耀给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在马太福音28:18-20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训我们遵守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多么希望我们去传福音，为你做见证。主啊，到世界的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说传福音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主啊，让我们真正的也去传福音了，坐在你的心意上。主啊，每天晨祷的时候，让我们来赞美歌颂你。主啊，你说当赞美进入你的院，当歌唱进入你的门。主啊，我们的教会来早晨起来就来歌颂赞美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的赞美必蒙你悦纳，我们不
的时候，我们连的门都进不去，连的院都进不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相信每一次的这样的聚集，你都悦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我们天天都来赞美你，天天都来感谢你，天天都在你面前哦，来遵行你的大使命哦，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大使命当中得着你从上面来的大能力。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话，你就乐意来施恩，来帮助我们走义路。主啊，唯有真正走义路的人才是义人哦。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应该享受复活的生命，就应该活出复活的生命。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宣告，主啊，我们就是用口来宣告，用我们的心来宣告，主啊，你就自然的在我们生命中来行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啊，若是我们闭口不言，或者是我们一开口就在讲世界上人一些污秽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你自己圣洁荣耀的生命、复活权柄的能力呢？主啊，我们谢谢你，耶稣啊，你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里了。主啊，我们要能够见证主、荣耀主，除非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从我们里面生发出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主啊，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智慧，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智慧是柔和谦卑哦，是顺服。主啊，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我们知道如果靠着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会自私自利的，但是主靠着你，主啊，靠着你的权柄，靠着你的大能，主啊，就让我们的人生每一天在经历你、享受你的同时，我们真的心欢喜、灵快乐。虽然偶尔在环境突然临到的时候，偶然会叫我们惊恐，偶然会让我们好像失去了方向，但是主啊，你天天与我们同在，你天天都伴我们同在同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也不怕来讲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夸我们的软弱，就是在什么时候让基督的刚强来护庇着我们。让我们跌倒了，主啊，就立刻爬起来，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认罪又悔改，这样的我们才会有救，这样的我们才会有真实的盼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爱到底，爱我们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以马内利。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啊。主啊，这难道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能力、我们的聪明去赚取来的吗？主啊，我们怎么赚取也赚取不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神啊，你是亲自的、乐意的、施恩的、怜悯主动的，从高天降到这世上来。主啊，你为了要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多美丽、多聪明、做了多少的好事，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被死亡的灵辖制，被地狱的毒钩在那边勾着，所以你才从高天降到世上来，是为了救我们，为救我们脱离黑暗，救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救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黑暗中，不再活在堕落败坏中，让我们每天的生命都有耶稣基督的荣光，都有耶稣基督的大能。谢谢主，因为你为我们降生。主啊，在旧约里所有的预言100%都应验了，现在我们是在新约的末世了。主啊，只有那一点点的时候，要来的就来，绝不迟延。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活在世上不被人诱惑，真的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主是义的，所以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主的完全，那么我们就一定有一部分是不义的。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啊，我们怎么能够靠我们行为称义呢？因为我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唯有我们对主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这样主的义才会成为我们的义。主啊，我们谢谢你，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因为我们的钱财有多少，信主长短有多少，不论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善事，主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了在主的义上完全。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带领着我们。主啊，继续垂听我们弟兄姐妹向你所发出的祷告。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 Amen。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是圣诞节，我们都知道圣诞节举天欢喜的一个日子，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的一天。阿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意义这么大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意义何在？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真正知道人生的意义。只有来赞美敬拜主，然后也可以要 live a holy life for God。 阿们。让我们神圣，让我们变得 holy， because you have washed our sins away, Lord God。 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I pray that everyone in this room will receive this Holy Spirit in our hearts, Lord God. And I pray, Lord God, you can truly let us glorify your name in the name of Jesus, Lord God. I pray that all of us in this room will be very faithful to you, Lord God. And we can...have faith in you only, Lord God, that we do not believe in any other things. We don't trust in any other things. We only trust in you, Jesus, Lord God, because you have all the power and the authority over all the earth, Lord God. Thank you, Lord. I pray, Lord God, that you can help us to preach your gospel to all nations, Lord God.Because this is the authority that you have given us. I pray, Lord, you can truly renew our hearts in the season of your birth of Jesus. Renew our hearts, 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有清新的灵来敬拜你，来读你的圣经，读你的话语，来向你祷告 every day, Lord God. Thank you, Lord.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 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重担。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一刻爱你的心。主啊，你要让我们成为义人，走义路，进你的义门。主啊，让圣子耶稣基督这公义的日头，主啊，让永恒真神上帝，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一个小小的肉体之躯，如何能承受上帝你那不震动的国呢？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有劳苦愁烦重担压心头，主啊，就成了所有恩典的障碍。主啊，恩典从你宝座而来，你的荣耀从你宝座而来。主啊，如果我们要来领受你，除非我们在你大爱大光当中，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来亲近你，就是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你必顾念我们。我们将重担卸给耶和华，主必抚养我们，就像一个父母亲，一对父母养育孩子，这孩子做了什么？当幼小婴孩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够在父母的抚养当中日渐成长。父母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笑容，逗这个婴孩开心，就是父母最开心的。一切的这些父母的辛劳都化为乌有。当看到这个孩子日渐的成长，长得漂漂亮亮，而且跟同伴邻居
和睦相处，到了学校跟老师同学彬彬有礼，到了带去客人，到了别人家里也都这么的守规矩，而且这么的甜美。主啊，不仅父母亲看了高兴，所有邻人朋友看了也高兴。主啊，这一切好像父母在养育着我们，其实是上帝，你在养育着我们的父母，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养育着我们。主啊，昨天当我们在度过这平安夜，主啊，关于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交通会后的祷告，主啊，有不少人感受到我们在这晨祷的里面，是主你透过晨祷的平台托着你大能的恩手在这里，托着每一个愿做的心，阿们，托着每一个爱你的心，阿们，然后你就让我们这样爱你的心就知道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罪悔改，怎么样领受你从上头来的智慧，阿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我们的祷告能够让圣灵的烈火烈天而降，阿们，然后晨祷的祷告就托住教会，让教会能够在任何风雨飘摇的时候，主耶稣一声令下就止住风浪，阿们，主耶稣一声令下，万国的财宝就运到这里来建造圣殿，阿们，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的心，你抚养着我们，你抱抱着我们，怀揣着我们，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但是知道神，感觉到幸福，我们乃是活在神的里面，好像如鱼进入到水里面一样的，那样的甘甜，也好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清晨，我们是一个空的器皿，一切又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杯杯浸入到主你自己圣灵的海洋里。不论我们在你的圣殿中停留的时间是长与短，只要我们一进来，我们全人全心里里外外就是浸泡在你的爱里面，就是浸泡在你的光中，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圣灵的恩告当中。你让我们一天24小时，每一个人都要亲手做正经事，学生需要去上学，老板需要去把一天在公司的大小事务重新调整经营，员工需要想一想，我昨天没有对老板忠心，偷了老板的时间，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天都是新的，你使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工作得到安息，让我们可以带着你的荣耀权柄进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是以侍奉为优先，以敬拜主为优先，以降服于主为优先，因为当我们先降服于主，就是我们首先进入了神你的国度里，你的羊圈里，我们从早晨到夜晚都蒙神的保守，完全的保守，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谢谢主，今天丰满的与你每一个孩子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我们的当中独行其事的神，让我们的信心加倍的坚固，让我们得胜再得胜，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在宝座上的王，今天是圣诞，也是我们一起相聚在父的家中，父你为我们诞生，为我们洗脱的我们身上很多很多的罪孽，父啊，你在圣经上是这样的教育我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是的，
生活在美利坚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人们都经了很多很多的辛酸跟苦辣，但是自从我们有了我们亚伯拉罕的父亲，父亲你是那样的不离不弃的在帮助我们，协助我们，不管在学业上，在职场上，在社区，当我们碰到尽头的时候，你是那样的关怀我们，教育我们要忍耐，要谦卑。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会膨胀，会自我为中心，把父亲的话丢到脑后去。父啊，2020年即将到来，新的一年是我们翻转的一年，也是我们努力的一年。父啊，我希望我们活水教会的同工姐妹们、弟兄们都会迎着父所指引的标杆去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就不至于迷失了方向，以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一件事、人、事物。每天当我们枕头垫高的时候，我们多捋一捋，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否合父的心意。父啊，以感恩的心我们相聚在晨祷这个平台上。父啊，在岁末还是一句话，父啊，请你使用我，管教我，每天都能够成为你所喜爱的那个器皿，一步一个脚印的往着你所指引的路去走。父啊，请你也保守我们活水教会和牧师他们一家人出入平安，也保守我们这个平台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也保守我们活水教会在筹建的过程中，家人们都能够出一砖一瓦的力量。感谢是送于宝座上的王，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向你发出的祷告。主啊，你已经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给我们的话语都是这么的肯定，都是这么的实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这句话今天是给我们来到晨祷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我们将我们心中一切我们的渴求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们的意思，照着主的旨意来成全，照着主的旨意来炼净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耶稣你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大大的浇灌，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胜了，而且胜了还要再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当中是否还有弟兄姐妹继续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当中是否还有弟兄姐妹要继续的仰望祈求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一直，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宣告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你已经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个婴孩从为我们而生的，有一个有一位
婴孩是为我们而生的，有一子是赐给我们的，真权必担在他的膊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和平的君。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就是和平的君，你将所有一切最好的已经给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给了你所拣选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名来宣告你每一句话，你都必垂听。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这里，来到宣告你就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耶稣，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真的先知，你又是荣耀祭司，哈利路亚，是和平的大君王，你能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相信接受你的人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行为大，行为君，行出你荣耀。主啊，这种我们不配的欺面能够使用我们，就是你的知，诸位就是你的全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膏抹我们的口，膏抹我们的灵，膏我们的全人，膏我们的思想意念，让我们的思想意念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你使用。主啊，让我们宣告的每一句话都是得胜有余。主啊，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夸胜，已经为我们成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事大。主啊，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主啊，你所有的预言已经正在完全的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教会和你所意向借着我们的牧师的口所宣告出来的。主啊，你按照你自己的感动，在牧师的口所宣告出来的，还按照你的主意而说的，必有成就。主啊，垂取我们，还要靠自己说话的那一份。主啊，按照你心意来说的，主啊，必有成就，并且能够感动人的心，感动人的灵，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你的话语一出就带出能力，你的话一出，哈利路亚，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我们这个教会是以你的话语为粮，以你的话语为信实，以你的话语为宝贵。主啊，让你的话语在这个教会能够彰显你自己所有的应许。主啊，都是事大，都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将你自己在这个教会的面殿使命，主啊，向我们显明。当我们祷告亲近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让我们这个教会，万事得胜教会，要建造在父神耶稣基督圣灵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今天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让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地作王掌权，在这个教会当中作王掌权，没有任何一个仇敌撒旦魔鬼能够胜过我们的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胜过所有一切的黑暗权势。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的光一来，哈利路亚，主啊，这个教会哈利就发出你的光海。主啊，你就是明亮的神星，主啊，你就是那光。主耶稣，你的光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你的光在哪里，哪里就没有黑暗。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你光，哈利成为你的盐，哈利也是发出你的光亮海，让这个教会哈利不在黑暗里，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荣耀国度里面有份。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永不落空。主啊，带领我们如何去祷告，如何去发出你的声音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的主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让你的哈利路亚和灵运行在这个教会当中。主啊，天天差遣你的天使天君在这个地方的思维安营，用你高远的宝血撒在这个标的
等的思维，哈利路亚，还有撒在土麦加该我们的牧者师母，所有的同工们，所有的羊群们，每一个家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哈利路亚美国的地区，每一个哈利路亚地土，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也保守美国总统能够正式在你的哈利路亚保守之下，能够积蓄灵验，成就你自己有成就的旨意在美国当中。主要是我们为着美国来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因为你拣选教会，哈利路亚，哈利鼓励我，哈利就是全部就要成就你圣经所应许的。主啊，你在美国来恢复所有一切的，主啊，在美国用基督建立国家时候的美好筑成在美国当中，让这个美国这片土地，美国的国家能够影响立国，哈利路亚，全民都要来归向你，全地的民都要回转到你面前的悔改认罪。主啊，使你的心意得以满足。主啊，就是我们要呼求，就是我们要祷告。主啊，也求你，我们真是不高，我们也祷告的不好，但是主耶稣基督，你没有一样不能成就，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啊，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主将荣耀归给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天上的父，愿人的君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夜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